客家话毕竟还是算是小众市场，对，所以我们也做双语主持，然后有部分日文这样。哇，你好了不起哦！所以我觉得现场一定要请你 Q 玛丽一下，教一下客家话。你要不要教他一下哪一句？就是像这个一镜到底的客家话，或者是再加上什么日文的这个介绍。就是什么欢迎收看一镜到底的客家话。对，你可以来讲一下哈。逢阳鼠坑，逢阳鼠坑，好厉害！一江都带。一江都带，好好听哦！哇，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念什么，完全正确，就是完全模仿。欢迎收看《一镜到底》。已经忘记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也是很有语言天分的，就是即学，音感很好，马上学，马上就。我有天分，但我没有记忆。对，一秒我就会忘记。我待会录语音给你。对，我还一直把这个一直反复听。就是回过头来，刚才博元也讲到，你刚才想用客家话叫他博远，博远的，博远的，不是我害的。对，就是每一个主持都有很多很多的领域啊。你是现在在客家还有在儿少上面是非常代表性的人物了。你会想要再挑战哪一个类型？我什么都好，哎，我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。他真的很 open mind， 他随时开放的心。对啊，音乐剧我也演啊，台语剧我也去演了，就是什么我都就是都可以尝试看看。嗯，所以现在现场要马上挑战尝试。哦，你说，哎，他手上立刻要伸出了两个碗。哎，第一个哥非常的认真，把他递到了我的手上。我差点要封你为哆啦 A 梦，马上掏出来道具。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在练杂技的时候，因为我练的是高车踢碗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180公分的单轮车，然后在上面踢碗这样。就是我在一些达人秀上会看到的表演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一种。以前李唐华特技团很著名的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呢，我就来踢一个给你们看看。好哦，自己 Q 你不觉得很幽默吗？没有，这个舞台给了你了，你就是要尽情的发挥。OK， 我自己掌握。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他那个你是要从哪里踢到哪里。哦，我这个是要摆在头上的，但是因为碍于我现在实在是头发抓得太帅了，所以我等一下就是直接把它拿在头上就好，然后把它踢到头上给你们看。好厉害！一次就会成功吗？这样子可以？ I'm not sure， 会踢到我们这里来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没有关系，就算失败了，我们有专业主持人明珠会救你。好，好，你等一下帮我救一下。那拜托你要踢中哦。来哦来哦，然后把它放在头上。那我们来看到博元哥。OK， ready。真的会，哎，真的不容易耶。对啊，这个就真的是要练习的。现在你们的这个工作都稳定，而且工作量不断的上升跟增长。可是，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不稳定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拓展？应该要说案源吗？客源吗？因为大部分主持很多，他们就卡好位置了。对，你要突破他那个位置，除非。哦、我刚才讲一下要剪掉的东西，除非他们，除非他们突然不想做了，那你才要你懂你要你才想退休了，想退休了你才有机会进去，不然很难卡位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我高中的时候就做过一件很坑的事情，就是我就去加了各种人的脸书，就是像是一镜到底，他的节目播完之后会有 roll call， 对不对？就是监制是谁啊，导演是谁啊，我就一个一个加进去，现场被你骚扰的。那如果名字有一样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哪？哪一个？他上面一定会有写他的 profile 啊，他 profile 会写说，哦，我是谁，我是在哪一个公司上班的，哦，什么电视台，按下去这样。那他们都会加你吗？有些会哦，有些会哦。然后加了之后，我就开始递履历啊，给他看我的表演经历啊，我就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到最后，其实我没有一个合作到的，就是到最后都是好像他们在看着我长大。就是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，其实他们有的时候都还会来祝福我，跟就是我会看着他们哦，也有新戏要拍啦，或者是什么等等的这样。那你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先讲一点，就是明珠，你的手机一定要畅通。他怎么了？就是你看他的几次机会都是人家直接电话打给他，他接到了，然后你就成了，并不是你像博元是这样子还要去按人家脸书，所以你的电话一定要畅通。博元真的很努力，我刚刚吓一跳。但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比较没有野心的人，就是我会觉得说先把这件事情好好处理好，对，所以如果以开拓案源的话，其实我并没有这么做。不过我还是觉得说我真的很喜欢做外景，然后做外景之后，其实把做外景完，然后做活动的时候，那一场主持好的时候，其实就慢慢的，大家好像就会
跟人家分享这样子，口耳相传。对，然后因为做活动的时候，特别有我比较多会主持一些就是大型的，譬如总统他会来的时候，他们习惯找我，是因为他们要找的是一个让他安心的人，就是他们包括旁边有很多的那些侍卫官啊、幕僚啊，对他们很需要一个是一个让他安心的人，你不会出太多让他们想不到的惊喜的人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活动主持上面，我就是担任一个让人家很安心的人，让他们各方面都会觉得说 OK， 那我在的时候他们可以放心把这件事情处理完。